哎，大家好，这是新的一次为大家带来《奔腾 Physics Afterbirth Plus》的游戏开荒视频。我们之前呢也这边是打了两个 challenge， 也是等于给打完。这边呢就是 Head Trauma。我觉得之前我应该是有说过，就是不想内容太重复，但是感觉上打了两个 challenge 之后呢，是感觉上虽然说都是 challenge， 但是它的内容还算是比较有趣的。我觉得可以先，哇，这是什么？可以先打一打，就是，哦，真的是 head trauma， 这个 trauma 好严重啊！这是 small rock， 然后 soy milk 加 little tiny planet， 这。我 Little Tiny Planet 我还是有用过，我这么用应该是没有错吧，它的应该是没有错，等于是你要攻击的话，你要朝反方向攻击，正好是能打到你身后的敌人，你要是朝着前面攻击的话，可以看你前方是有很大一片地方是打不到人的。这个我是打不到，但是这个东西我可以打爆它。我为什么要打你呢？哎，这个敌人的我的 tier 的击退实在是太强了，没有东西可以炸。我有伤害，哎。这个有点太恶心了，敌人出生的敌人是一瞬间就对我造成了攻击啊。哇哇哇，不要，这个击退有点太恐怖了。没有这个 challenge 的话，一个 sack 还是不错。我估计大便也是都去消灭一下吧，可能是没有，就是由于是 challenge， 所以说没有 item room， 但是有 shop。北边的话，没准是一个 secret room。我们有四个爆弹，可以用一下。两个钥匙。这边有个按钮啊，我比较好奇。浪费了一个爆弹，还有什么可以打的吗？游戏 challenge 我猜是没有，等于是没有物品房间。没有物品房间的话呢，我觉得想去，我们要是想变强的话呢，一个我觉得做法就是在商店里边去买一些东西，同时增强我们。但现在来看，好像是不太可能啊，只有两块钱。看一下 boss 给什么物品吧， boss 应该会给物品吧。Monstro， 起码先把。哇，这个击退有点太恐怖了，好像是被我的这是 Iron Bar 嘛，就是会把敌人给进行一个迷惑效果。好像还是被迷惑了。
费了一些血，不是这儿增加射程的，感觉上我们需要射程吗？我们需要攻击力吧。 CO Milk 实在是它攻击力 1.12 还好，没有什么，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去做的了，直接去 Curse of Blind 是什么？是你的所有的物品栏是不能，就你所有的物品是不能看不见吗？哇，这个被迷惑的敌人好像直接，天哪！果然是什么都看不见，但这个东西应该是 Mr. Boom， 这个我倒是知道。Rainbow Worm 是，好像是它的有一定，这个 Worm 的 Trinket 应该是。就是根据效果不同，它可能会对你的 tier 是造成一定影响。 Rainbow Worm 的话我猜可能就是随机的吧，好，这每三秒是给你一个随机的 Worm 的一个效果。我觉得哇，还给一个这玩意儿 Moon， Moon 是隐藏房间，先暂时，我就先暂时拿着它。哎，我们的伤害有点不够。这是什么 tier 的效果？好奇怪啊！哇！由于是每三秒钟我们贴的效果就会改变啊，所以说我也是不太清楚。其实 Little Tiny Planet 它的有些 Worm 的效果，比如说把你的这个贴的一些速度什么改变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稍微的有用一些。这边是一个商店，只有3块钱，我觉得我的攻击方向打反了。打不到吗？好奇怪！哇，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了。我是，哎，我是被，应该是敌人是被我 tier 的击退的，是给击退到了，击退了过来。刚才应该是这么一个样子。血呢是比较遗憾，等于是恶魔的交易是没了。这个击退真的是，这是我的，是我 Worm 的影响吗？还是说这是一个下人箱？我就先暂时不去理你了。先找一下隐藏房间吧，才可能是这边啊，但是我又找不好位置，我还是从这个房间进来好了。一个爆弹换一个物品，我觉得还行。这是一个 sack， 等于是它会随机的给你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这样这层也是没有可以拿的了。看一下 boss 掉落的 bingo 的话，哎，这
哇，我刚才的躲避，我觉得我的躲法没有问题啊。他等于是冲锋，冲锋冲三次，但是我就不打了。刚才的我中招，我猜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击退导致，由于是击退导致把他的这个。好吧，我不服，我再来一遍。我确实是，我的做法是不太对啊，就是或者说是我是，等是打的不太好，中招比较多，这个是我有问题，但是我是不太。我觉得可能是跟我们的那个 Rainbow Worm 可能使的也是不太好，导致可能我的 Tier 它的轨迹也是一直在改变，导致不太好瞄准。保险起见先不使吧。看，由于是 Soyo Milk， 它的哇，这个怪的击退真的是好混乱啊！这个 boss 呢，我是不太会打。哇，哎天！这。我真的是不太会打他。为什么一个脑袋这么难打到？他为什么这个攻击是随机的吗？哎，好吧。这个 Eternal Heart 其实拿的是不太对，但是呢，我就冒这个险了，没法飞。这怎么办呢？再接着冒险，好吧。很可惜啊，等于是没有。The Hierophant， 一块钱什么都做不了。隐藏房间呢，我也不太清楚会在哪里。我觉得就不去瞎倒了，少一个 Intention Hard 呢，其实也就是多一滴血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主要是我还是操作不太习惯吧，可以说是这么一个组合。不过起码是我，哎天哪！
这样应该是没有事儿，起码是把恶魔的交易可以说。真的是操作很糟糕，我真的是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操作的这么差。这个跟击退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是说就是因为这个物品导致我平常不怎么使，我现在等于是在使用一个全新的一个打法，所以导致我的就是。是走位是发生了变化，所以是导致更容易中招了，也是一点钱都没有。你没有钱的话是拿不到，没有 arcade 等于是没法去进行，赚不到更多钱，现在是一个恶性循环，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哇，这个房间。好危险，但是 Monstro 两个，好吧，现在我改变一下战术。原来呢，我的想法是就是去用瞄我的 tears， 但现在呢，我觉得我就是专注去躲。我可能会就是瞎打，完全不太清楚这个 tier 可能就完全是打到一个这个被迷惑了，这个是没有办法，可能就是导致你的 tier 是打到了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地方，但起码我是感觉上我的躲闪几率会更高一些。Excited， 有没有之前已经吃过的 pill？ 没有。Retrovision 倒是没有。哦，怎么感觉我刚才是吃的什么？那是 Lemon Party 吗？怎么感觉上这个人好滑？还能做什么呢？可以试试隐藏房间。看一下吧，这边要是隐藏房间的话，是可以把那边的那个 trap room 的是可以进去，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没有钥匙啊，现在还是。哇，这个我觉得我怎么觉得敌人的速度这么快，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什么情况，这跟我吃这个 bombs are key 倒是我可以接受，这个 I'm excited 是跟这有关系吗？让敌人速度变快？刚才的这个敌人我真的是完全一点办法都没有，他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平常的话我感觉上我还是能躲一躲的，少一块钱。那是 potato peeler， 等于是把你的一个，就是把，好像是把一个 hard container 是直接是变成一个 cube of meat， 好像是，同时能增加，好像能增加一些攻击力吧。我是觉得要是能拿的话，还是想拿一下，因为我感觉上现在血很多。
我真的是感觉好奇怪，这个是因为敌人中了迷惑效果吗？为什么这么容易中招啊？Mr. Candy 是做什么用的？我是不太清楚。本是我会随机的生成一些 poop， 觉得没有什么用啊。Matchstick 应该是能增加爆弹吧，增加爆弹的一个出现几率的。我觉得现在刚才正好是把一个爆弹给。哇，这个蜘蛛跳得太远了。像恶魔交易等于是完全失败，可能就是还是会造成。这个现在总之我是觉得这个 challenge 好难，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我特别容易中招。我的感觉就是由于是敌人的击退，导致我本身躲避的方向是由于敌人中了击退，导致把他正好一个击退，导致他的原来 miss 攻击等于是变成能打到我的了。就像刚才这个敌人的攻击，真的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吧，由于是这个击退原因导致我正常的一个躲闪路径等于是受到了变化。现在9%的恶魔交易，倒是天使交易倒是50%，看看到时候运气怎么样吧。Sackboy 是或者是 Steam Cell， 现在是多少 ？Caves One， 我觉得要是能把这个 Steam Cell 拿到的话，对之后应该会比较有帮助。看一下吧，能不能得到相应的钱。这完全打不到人啊！哇，这个刚才就是敌人被击退导致他击退，真的是很影响我的躲避啊。觉得应该不是说我躲得特别差，就是因为我是把敌人击退到了我的闪避路径上来。这个炸了能不能？这什么玩意儿？Black tooth， 也是有一定几率毒敌人。我不太清楚，哎，好像是有一个，哦，有一些。我们现在射速比较快，这种有一定几率的东西倒是比较不错，但是我还是想去获得更多的炸弹。现在还是没有钱，看看啊，血还是不满。看能把血加满吧。
感觉上我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哇！我觉得这个物品实在是太难使了，加上 Soul Milk 的话完全是一点伤害都没有，起码先把这些小虫子打掉。哇，完全没有射程啊。天哪，这样我觉得我想去直接拿 Cube of Meat 直接肉搏丁了。现在十一块钱，钱真的是也是很难得。我究竟是我去拿 Steam Sale， 还是说去就直接去买一些物品，先去尽量的提升我们的作战能力了。这个真的说。遇见一些难打的 BOSS 的话，真的会非常的难打。而且像这种敌人的话，平常我一般都是远距离，等于是消灭到。现在到，由于是我们的射程比较近，所以说也是没有太好的消灭敌人的方法。我估计我就直接是朝一个地方随便打，我就是等着敌人是出生到，就等敌人出生到我们的一个攻击的。这些眼泪上面，从而是让他类似于是去自杀吧，不想去主动再去跑到敌人一个比较近的方向了，实在是太危险了。好像是被迷惑的敌人是不会攻击啊。这样还是钱不够，要是能拿到 Sackboy 的话应该会非常的有帮助。我觉得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最起码是 Arcade 出来了，先暂时不去，先不去拿吧，看一下。这么大方，Moon 是。没了，好像是没了。
哇，我还是我很不能理解那个蜘蛛的它的一个行动模式。哎，这都是从屏幕外边来攻击我，我这让我怎么躲？这边的话，一个爆弹能换两个钥匙。Power Pill。The Moon。这个。reroll 的这个东西，我要是 reroll 的话，会把这个 sack 给 reroll 到吗？还是说会有别的作用？哎天！我觉得就是我给我找一个借口，就是我的整是这个。目前呢，我这个 tier 的这么一个模式吧，我还是不是特别熟悉吧，所以导致我是中招还是比较多。而且攻击力好低啊。又差点。我感觉上我现在就是大脑已经是运转不过来了，平常的话可能是能知道这些敌人比如说死掉后会你该怎么躲，现在由于是需要去我大脑的感觉上全部精力都是在去用来瞄准敌人。哇，这个哎天哪！哇，你不要下蛋了，好不好？这个蜘蛛是爆弹颜色的，但是好像并不会爆掉。现在钱倒是终于多起来了。看一下商店的东西，希望不是 greed 就可以。觉得这是 spider mode， 可以是有一点伤害。这个是什么 ？power pill。我觉得恶魔的交易几率，我估计就是不太可行了，我就直接放弃了。这个 Spider Mode 它会对敌人造成伤害吗？还是说它只会显示我们伤害？我记得我拿到 Rebirth 之后，我获得的第一个物品就是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像钱倒是应该不是特别成问题。这是一个两个的心脏。这是两个 power pill。哎，你不是被迷惑了吗？怎么还会攻击？两个 power pill， 我觉得就直接。这是什么东西？哎，一个蓝色的心，这是我想要的。Pay to win。等于是相当于是那边的捐款机是会出现，会在商店中出现，感觉上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看一眼，再去。哇，怎么出来这么多的？The Fool， 我觉得正合适。好危险，差点被打到。那个绿的东西是什么？Push pin 是 Pierce Shot， Piercing Shot 是，这是一个我知道原版就有，但是它的10%几率。这个东西呢 ，Bob's Bladder， 但是你的爆弹会对敌人造成一些 creep 的伤害。现在不太清楚什么东西比较好吧，可能这个 Child's Heart 更好一些吧。爆弹的话，我觉得短期内应该是，可能哇，能炸出这么多东西来。这个 Worm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问号 card， 没有见过，这是什么？等于是你激活的时候是可以去，相当于是哦复制，等于是你当前物品的一个。这个 worm 有效果吗？好像是没有什么效果。可能 Child's Heart 能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而且那边我还有一个 power pill， 先拿这个东西吧。希望不要炸掉。哎，炸掉了，呵呵，不过总比没有好。现在起码我的生命值倒是上来了。这几个物品的话，还是拿着爆弹吧。6块钱，你会给东西吗？运气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啊。这边的话，我好像 Spider Mode 有伤害啊，应该是有伤害的吧？还是我看错了？哎，这个小 monster， 哇，这个有点太坑了吧！直接一个下行星出生在我头上，又是一个不太会打的敌人。而且他的攻击，我还为了躲他的攻击，我还打不到他。这是怎么打到我的？哎，这我有什么办法？直接都是出生在我头上。觉得就是仗着我们血多，这个 cork 应该是你受到伤害后呢是会 lock up， magician 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了。这样看一下，我觉得还是先不去，还是要再花一花时间嘛。这个我们现在的伤害实在是太糟糕了，这样呢花时间看看有没有隐藏房间。隐藏房间起码是有一定几率呢是能，这个看着像啊，不是，哦，隐藏房间已经拿到了。我在想什么，我现在总之我的想法就是能怎么提升我们能力，就是怎么提升，尽量能多。天哪！也现在一个主要激活的物品都没有。哇，一个爆弹居然没有炸死！
只能说我现在不知所措，感觉这么下去就是会被慢慢的磨死。那边好像有一个蓝色的心啊，先吃了它。三块钱的话，大概这么一个样子吧。Magician 一次使，还有两层。天哪，这都打不死。倒是要很多，正好帮我把那边那个石头给炸开了。像这个下边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啊，是不想去，觉得留点钱嘛，这层的商店没准能拿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物品。我真的是没有信心在这么窄的一个房间中把这些敌人都杀死啊，直接是用爆弹了。我在想到底我是不是需要用我 Cube of Meat 直接是很就是很 aggressive 的直接就是去攻击敌人。好吧，可以说对我们爆弹的经济算是比较有影响。像 Guppy 的物品是两个，一个炮，一个他的 tail， 只要是能想办法再获得一个的话，应该是会效果会非常的好，拿到一些爆弹，或者说直接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血全部换成 so hard， 然后去跟 boss 就直接去拼血，我觉得也可以。这个房间我估计有可能要打上两三年，大家要是没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把视频往前倒一倒。哦，好像可以用 Q 方面的直接去攻击敌人啊。人呢？比较值，
一个爆弹换两个爆弹也可以。这边的电池就要是能获得更好的主动的激活物质的话，估计可能会哦。五是什么呢？Copy， 没有。Lucky Toe 是加，先看一下这个五的房间吧。哦，等于是 Forget Me Now， 可以考虑。我们把这层的商店看一下，商店要是说拿完之后呢，要是说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我觉得就直接，天哪，好吧，我觉得就可能就稍微的打的稍微的鲁莽一点，拿着我们的 Cube of Meat 直接去对敌人造成一些伤害。那个东西应该不是很好。哎，忘记了，好吧。哎，天哪，这个东西都打不死。Greed， 好吧。这样拿到了 Steam Cell， 拿到了可以把 Boss 打了，打完之后呢去，天，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拿的，因为非常危险，有可能是把，哎，怎么敌人被石化了，这都打不到，救命。但现在由于是考虑到我们的 DPS 实在是太糟糕了。所以说拿一下 Bomb Spring 是可以对 DPS 稍微是能稍微帮忙。打死两个，有石头可以炸吗？好像是没有。好，哇，哎，他怎么，哦，被迷惑了，我说怎么原地起跳了。我觉得先把这些小的东西解决一下吧，
血，他的血是不多了。你又召唤，有完没完？哎，怎么敌人还会着火？哦，还能打完。天使的房间倒是开开了。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天使我觉得就不炸了，炸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吗？好吧，然后呢我就整个这层打的是 grid， 所以说也是没有东西，我就把直接是 forget me now， 别的东西有些电池，没有什么东西。最北边有一个，这是 arcade。哦，这不是，这是一个 fortune teller。我觉得可以，我们反正钱比较多。嗯，这是什么东西？Golf Club 可以，就直接使了吧。我觉得拿到再拿几个够了。Era 是复制。我之前还是看了一眼，好像又忘记了。哦，就是复制所有的可以拿的物品，我觉得可以拿一下它。别的东西，这个问号卡片，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拿了。上一期解锁这个符文的时候，我是看了一眼，它是总之是可以复制，相当于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使法，等于是你可以去，比如说商店的物品，你是可以直接给它复制出来。我是觉得可能它的作用啊会更好用一些。还好是我们的 Little Tiny Planet 直接是背对的，背对着我们打，防止是我们这个 Bob Spring 直接是打出去。嗯 ，Yum Heart， 就当有这么一个东西吧。Gabby's Paw 的话，要是说把我们的所有的 Container 都用出去的话，应该是效果会更好。还是需要去多多练习，等于是用我们的 Cube of Meat， 等于是最造成一下伤害，可以看效果还是非常的。哎天，这个敌人我觉得就是你死亡后会出现一些小的敌人的这种敌人，我觉得可能用这种肉搏的伤害打的话会比较麻烦吧，毕竟不太清楚这个敌人会到哪儿。这是一个新的。应该是 Rebirth 中新加入的东西。说实话我基本上分不清哪个是哪个，所以说我还是要查一下危机，看看值不值得打。这是一个什么呢？类似于是一个小人在下跪的图标。Old Stats App 我觉得可以使一使。然后 Monstro 直接用 Bob Spring 打，好像 Little Gurphy 也是可以，现在也是有伤害，我觉得可以是面朝敌人打的。哦，
Bob Spring， 现在需要你，你快过来。没有打到，再来一发。好像 Bob Spring 又出来了。钱倒是很多了，我现在是比较期待，到时候进了商店的话，看看会有什么能买的什么东西。又一个问号。Two of clubs。这敌人我是不敢离得太近，他的那个骨头的投掷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个就没有必要拿了。但是这边不是隐藏房间，这个地方呢有可能是一个隐藏房间，不是。北边呢这个有可能是。哇天哪，吓死我了。还是操作真的是我发现，起码我不太清楚是我速度太快了还是怎么着，感觉用 Cube Meat 进行肉搏伤害的时候经常是容易走过桌。这是 Old Mushroom， 是这好像是能降低你的移动速度的，果然是降低了一些。我觉得可能这个速度可能我觉得会更合适一些，并不会说出现容易你想跟敌人肉搏的时候是可能会直接是跑到敌人的脸上，也不是至于特别慢，都是一些攻击你躲起来是躲不开。倒是到了 boss 房间啊，看一下能不能，哇这个 Bob Spring 居然直接 miss 了。哎，这是什么情况？炸了一个隐藏房间出来。天，还是我的 Cube of Meat 可以说使法还是不太对吧？这不是 Cursed Eye 吧？这是一个 Trinket。Mom's Pearl 是增加 10% 的一个掉落几率。现在是 Depth 1， 可以打 Boss。他倒是帮我。怎么感觉这么快？可以把 Cube Meat 升级一下，看一下恶魔的交易的话，书没有什么用，
这是会恐惧敌人。我天哪！这样伊尔的话，我还是想去把，就是把商店用在商店里。哎，这怎么这么快？这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我做错了什么吗？伊尔是这么用吗？应该是 BFF 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东西是什么？拉胯。这样我觉得先暂时这个样子吧，起码生存能力了是稍微获得了一些提高。最后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是最终我的想法就是直接跟 BOSS 肉搏，反正我们的血很多。反正我们 Q Buff Me 的升级之后的伤害也是变高了，可以是适当的利用。哇，这怎么打？哦，这是可以恐惧。觉得往左走吧。这个里边可能上恐惧吃的倒是效果是很不错， Retrovision 就算了吧。这边有个卡片啊，但是这里面的操作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我就放弃了。居然给一个血，怎么感觉这么坑人呢？哎 ，Bomb Screen， 请你打到敌人，这都没打到。哇，这是，这怎么打？哎，这居然打到我了，我以为是能躲开呢。其实刚才那边应该是可以再探索一下的，是有可能有更多的房间在。我觉得我被，哎天！我觉得 Bomb Screen 就随便，我就当它不存在好了，因为感觉上这个房间东西太多，想打的话也是很困难。
可能是有点准备的太过充分了，但是也就这个样子了。又是一个新的符文，这个符文呢，觉得可以正好查一查，叫什么 passage。等是可以去制造一个通往下一层的一个通道，有点类似于是 shovel 的一个效果。有8%的几率，等是会生成一个相当于一个带梯子的那么一个门，感觉上可能没有之前的一些符文特别好使啊。不过也就先这个样子吧。这样我觉得看。这边维基上写的我们这几个 challenge 好像是前四个是能解锁四个符文，最后一个符文呢我可能是有点剧透，你先帮我看它是一个能解除所有 curse 的符文，感觉上有些房间比如说是叫什么 curse of unknown 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让你不知道地图或者说不知道你的血量什么，我是感觉上挺恶心的，拿到这个符文的话我觉得算是比较有帮助吧，但并不能保证是说每个游戏中你都会能获得这个符文，但是起码要是有这么一个选项的话，我会觉得安全不少，因为原来的话你是要是中了一个 curse 的话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这样我估计这期也就先到这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